我细汉的时阵，曾经听一位师父讲，佛说佛庙稳中难报经，经中有讲，母亲养育孩儿有十种恩德。我持斋三年，也难以报答母亲天大的恩情。以后你随时会当倒转去，转去探望你的母亲。卡苏甲庙伊若愿意，咱嘛会接伊过来做伙生活。多谢寡人。我早已下心诚托，迟早多年，我为愿一心念佛。未来我希望咱不是一对世俗的夫妻，我希望咱会当成为修行路上众多应运。哇，世俗夫妻多恩爱，三碗故乡临门来，不如同修同乞丐，东边西风尽连带，穷行修行无将来，立志艰辛向如来，夫君心意接你寡人情关宽心怀，本愿顿世心自在，清风吹来秋云开，随君东修东乞丐，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
亲。母亲你。已经往生了，婆婆，来吧，你卖。阿爹过身以后，母亲的心念当兵，那时我就靠近母亲的两腿，都开始，伊嘛无愿意，后来。伊才愿意要试看卖。有一天，伊突然甲我讲，念有落去，感觉心内真欢喜。伊就开始每一日念佛。欢喜赞叹。是去西方极乐世界。咱用佛号，送阿娘远行。
算哦，好好好，吃饭吃完，阿公要出来算啊。我要开始算。哎呀，金孙的呀，咱先吃饭，较等哦，阿妈有红包给你哦。好，我要红包。下土有子有孙有福气，一家有一路平安。彩纱江心卡吊哩，彩米啊结实。心记，相向相传的行里，何事多有助力？就胖嘞，每一项菜，少妇人拢有一个吉祥的菜名。哦，安尼哦，哎呦，一次行是无够。先翁啊，苏灵芝，一行是罗汉，多愁水，一行是观音啊，真够好名，好甲这个菜名，拢真好听呢。来哦，做得嘞啊！紧去请恁阿爹来吃饭啊！紧去去叫恁阿爹。阿爹阿爹，阿公叫你紧来吃饭。好。官人，请用茶。时光不好，官人，我
你不用紧张。难过，这是你上喜爱的药丸。你莫自责，我反倒转来，都爱好好啊感谢你。感谢我，是你让我体悟到一个道理。我相信你也知道，我早就有出家修行的志向，生死无常，我必须都要把握眼前。你我今生结为夫妻，这也是过去世姻缘，岂不闻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待汉来时各自飞，搁较运来要分开的一天，不如早做打算。是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未来你都要自己打算。父君请安心，家中一切我会安排妥当。真好，你是一个聪明人，临别之时我有几句话要送你。君不见东家水晶罗。
去不妥关，无记名义小阎王啊，怎么入无胎？地家心酸是可爱，流传了的人心好，东海若江万代呀，我做过尽破劫来，难中滴滴流仙帖，一世高情诉孤言，穷亦不穷，君子挂意。官人，请安心，走你的修行路。等待一切安排妥当，我也会追随你的脚步。你今嘛，若是去出家，啊，这个家社、甲餐饮，你是要放给什么人啦、啊？什么？你嘛想要出家？你阿妈某到底是咧想什么？我要坐船渡过无边的海，前往彼岸。